重力状态下乒乓球怎么打，让神舟十一号太空人示范给你看。林东现在好，将球打过去，然后自己赶紧追上球，然后再打回去。金海鹏、陈东头一回上真人秀节目，与大陆央视主持人撒贝宁连线，挑战不可能，难题一道道。接下来这个太空喝茶更难。在特制的透明杯中泡好的普洱茶得倒立着喝，不止这喝茶动作在地球表面上办不到，其实连泡的茶都有玄机。那普洱茶膏在20度的这个水温下就可以做到全溶解，那么在太空呢，它的水的温度呢达不到这个在我们在地面上的100度，它最高温度呢在50度左右，所以说是宇航员在选择这个茶制品上天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考虑它的溶解度。原来太空人泡的是特制的普洱茶膏，呈茶定状，遇水就会融化，比起用茶砖冲泡，使用起来更加便捷，味道更为醇厚，也难怪会被送上太空当做挑战节目的秘密武器。记者李宗芳、杨七浩，北京采访报道。